今天我将在这个很盛大的日子里，正好是今天6月22号，我的 EP 正售的这一天，也收到了我的 M，我将作为第一个观看他的观众，然后顺便去做一个 reaction，特意为了录这个 reaction 呢，到现在我还没看，那现在就让我先替你们看一下，嘿嘿。I don't know. Yeah. 不错，嘶吼还可以啊，嘶吼。烧起火来了。我跳的也太好了吧，这舞也，哈哈哈。非常不错，非常满意。哇塞，看完这个MV，我就想说一句，给自己帅了一脸喜。希望你们也能喜欢了，肯定是。反正我自己是非常满意，确实，准备这首歌我也是尽了力了。你们也知道，我这次的 EP 有三个舞蹈都很难，然后当时时间也不多，压力很大，
又在准备着演唱会，然后同时准备这个，对，所以我已经尽我的最大的能力去完成了。然后这些舞蹈三个舞合起来，排练时间加起来就只有一个星期，还是除开演唱会排练之外的时间。对，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个结果出来我还是非常满意，很帅，然后尝试了这种新的表演，就是有点表演有剧情在里面的那种拍摄，我觉得果然还是不一样，而且感觉自己也进步了。对，咱就给自己一顿夸，而且到时候你们看就知道，看就完了，估计你们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时候你们应该看完，希望你们的感受和我是一样的。好，就到这儿，希望你们能喜欢，我是爱。